5月5日，久未现身的伊能静被拍到出现在上海机场，她戴着休闲帽和口罩，上身是一件鲜亮的明黄色休闲外套，下身是牛仔裤，脚上是黑白条纹的斑马鞋子，很是随性。她独自一人出行，并亲自办理行李托运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她拿出手机，手指不停地在手机上点点点，疑似是在跟人聊天，不知道手机另外一头是老公还是女儿啊。手续办理完后，他把行李车推到不影响人的角落里，才拎着自己的两个包包往登机口走。看这满满当当的两大包东西，伊能静这是要到哪里小住一段时间呢？